恩五十之时，爱的滴答声，舞序六个八拍，两面墙的舞，前奏两个八拍。我们现在来分解舞序，重心左脚右脚起步，第一个八拍，右脚右飞步，右臂右，左脚前慢的后踏，左脚前交叉下沉回步，后踏的时候右脚同时从前面扫到后面，然后右脚后踏，左脚侧踏，接着右脚做一个交叉交换步，交叉侧踏交叉，然后左脚退右脚并，这是第一个八拍。第二个八拍，现在重心在右脚，左脚做交叉交换步，交叉侧踏交叉，然后我们要右转一百八，也就是转到现在的后面，换右脚做交叉交换步，右脚交叉侧踏交叉，继续要右转九十，换左脚做一个海岸步，腿离地，接着右脚要做踢前踏，踢前踏。第三个八拍，右脚前下沉回复，右侧下沉回复，做一个后旁交叉，后旁交叉，左脚左踏右脚并叠，右脚右踏左脚并叠，左脚做左追步，左转九十，左臂转九十。第四个八拍，右脚做前慢的后踏，前下沉回复，后踏的时候两只手拍在大腿上，然后手要跟着下面的五步慢慢向上，下面是退两步，左脚右脚，然后左脚做后慢的后下沉回复前踏，接着要做摇脚步，右脚前点左转九十，右脚在前点左转九十。第五个八拍要做四个陶乐斯步，第一个陶乐斯步，右脚向右斜前前踏，后交叉前踏，左转九十以后换左脚向正前方做前踏后交叉前踏，接着右脚向右斜前做前踏后交叉前踏，接着左转九十，左脚向前面前踏后交叉前踏，这是第五个八拍。第六个八拍，右脚前踏，然后我们要做左脚的踏转前踏，左脚先前踏，右转一百八，把右脚发回来，然后左脚前踏，接着做右脚的踏转九十前踏，右脚前踏，左转九十拉回来并，右脚前踏，接着的五步是要先转，右转九十左脚侧点，右转九十左脚侧点，再右转九十左脚并换重心。舞序结束，现在我们来数拍子，五六开始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，八加二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三加二加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四加二三四，五加六七加八加五，二加三四加五，六加七八加六，二加三四加五，六七八，这支舞有一次的间奏，
在第二面墙跳完有四拍的间奏，我现在来示范一下间奏四拍，右踏点，左踏点，右踏点，左踏点，它的拍子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，然后再从头开始。那它有两次的从头跳，在第三面墙跟第五面墙跳到四个八拍从头跳，然后它还有一次的，就是它的结束是特殊的结束，就是跳完把第五个八拍跟第六个八拍再跳一次结束，再转回十二点结束。